由陈升、黄连玉、阿棒组成的新宝岛康乐队，其歌曲将台语、客家话以摩登的编曲柔和呈现，创作勾勒出台湾大环境的模样，开创台湾乐曲新形象。来自台东，由两位台湾族、两位卑南族的青年所组成的 Mazka 乐团，将耳目一新的雷鬼音乐衬底，以生活化的歌词表现幽默感，并用自身的原住民语言创作。Mazka 自豪地说，用母语唱歌是一件很酷的事。两乐团都跨越了语言的隔阂，强调用希望及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，他们的音乐绝对是最道地的台湾风味。就随着命运漂泊来台，满身热血，想着有天能回老家心态，身上历史的伤痕记录这沙场拼命的小伙。不知不觉时间飞过了多年以后，带着一身故事成了杂货店的老头，还娶了高产族的女人做了老婆，每天闲着没事教训小朋友。哦，兔仔贼，兔仔贼，爸妈没叫你买东西要用钱，兔仔贼，兔仔贼，你不知道他以前在国府杀鼠没，兔仔贼，兔仔贼，想听故事就给我乖乖老实做好，兔仔贼，我就是他口中骂大的兔仔贼。兔仔贼，兔仔贼，哦，兔仔贼，兔仔贼，哦，兔仔贼，兔仔贼。乐团可以说是两代的乐团，对不对？啊！哎呦，我不知道你们互相认不认识，互相认不认识？当然认识啊！他们一定认识你了，就你认不认识小辈们嘛？我们也都认识他们，都也认识的。我们以前是跟他们的老师那一辈在打对台的。老师那一辈？对啊，没想到他们瞧不起我们，就派了另外一批人来。没有，就是表示说你们还。挺在这里，他们只有派小贝来了，对不对？也是，也是啦，是，对不对？新宝岛康乐队，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了唱兔崽子的，那就是这群兔崽子们啊，就是他自己。等一下，他们自己说，对，兔崽子，兔崽子，你自己写的歌嘛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从小就被叫兔崽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所以他要承认他是兔崽子们的 Mazka 乐团。好，我要介绍一下 Mazka 乐团的主唱，就是 Mazka， 对不对？ Mazka 的意思是什么？ Mazka 的意思啊，它是祖先的名字，然后一直这样传下来的，然后刚好传到我这边，这样。其中一个祖先的名字，它没有什么，没有意义，是它的意思。没有，人家告诉我说 Mazka 的意思就是脾气坏的人呐、啊。哪里是这样？哪里是这样？是不是？好了，省略，省略。哎，这有台湾族嘛？对不对？刚好可以证明。有证明，马斯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脾气火爆的人。东台湾跟南台湾，隐约还是有一些不同。还是有一些不同啊。对，所以还是问东台湾的台湾族。你们是东台湾的？对，台东。台东，你们是屏东。对，我是南台湾。两边呢不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还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，一家人。对，可是小燕姐，我们都有通婚呢。有通婚吗？不是我们两个啦。阿修，哎，阿修是，对不对？是我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在里头也唱妹妹的喜帖，对不对？是。哦，你结婚了吗？
没有，应该是照歌词的意思，别人结婚了，对不对？妹妹结婚了哈。好，阿修28岁，他是卑南族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哎，阿辉，哎，这里面最小的23岁，也是台湾，东台湾，对，还是东台湾，东台湾，东台湾。哦，你们是一起的哈、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阿胜，这是里面唯一结婚的。对对。对不对？对。两个小孩。是。你确定吗？你几岁？33。哇，你33岁。那是里面你最长的。哦。好像都不太想给的样子啊。Life CD， 对 Life CD， 我觉得我都看过了。谢谢。好，就是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对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对，你看他你要比较晚给亲爱的小燕大美女，你看这、就是男子汉，没有，在长辈命，我跟你讲，长辈啊。心情啊，在演艺圈越做久啊，心情越古怪。刚进来了都不怕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刚很正经哦，但是一直站在兔仔这，兔仔这，然后我就很正经的问阿旺说：“那个台湾话的兔仔是什么意思啊？”不对啊，是北京话吧？我正经的兔仔是什么意思、啊？这首歌是我其实因为他的 MV 我有看。所以我大概知道说一个老兵来到台湾开了个杂货店娶了一个原住民，然后呢这个很多小朋友就到他的那个店里去偷东西还是玩， 对不对，就是那个老兵就会说兔崽子，我们小时候的故事。哎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唱歌是不是跟基因有关？我觉得客家人也是特别会唱歌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当初只会写歌不会唱歌。你当初只会写歌不会唱歌？对，对啊，对，我是跟森哥说，那我帮你们写，那我不要唱，去找人唱。对，那你们都是在夜店里面嘛教歌？对，故事告诉我们混夜店是有需要的。我刚才也看了你们资料啊，很多那个团员跟素材都在夜店里面找到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是，是我也是阿玉在夜店里拔到的。真的，对，因为他以前在录音嘛，对，然后自以为自己是天才，写了很多东西，那个地方有着落这样子。有一天刚好碰到我，不是刚好，我根据我观察，他已经看注意我2-3个月了。我操！有一直坐到磨到我旁边来说，哎，我有一些歌，你要不要听看看？我竟然说什么东西啊？来啊！结果隔天就真的来了，带了一个卡带来。一个冬天，我一放，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有这种声音？这种客家歌，全部是客家歌的。客家歌，因为是客家的人住在这个山头到那山头都要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其实客家人传达感情是用歌来传达的。真的吗？客家人比较害羞跟内敛，不会直接跟你说啊。那个小燕美女，我喜欢你这样子，不敢。那要怎么样表达？唱什么歌？对啊，就是说，嗯，比如说山歌，又唱出去。